好球好球，刚刚旅足在厦门，现在是东北虎，最后这里非常热，今天2022年8月6日，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估计会达到华氏100度，现在是上午10点多钟，每个礼拜天东北虎足球队会在这里训练比赛。你看现在因为今天天热，来的一边大概只有八位球员。我们看现在 David 在带球， David 这个跟这个球队踢了很多年。好的，七号王强在传球，可惜传到前面没有人接应。好了，老王现在守门。现在因为人少，不到11个人，所以空隙比较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可以从中场直接发起进攻。哦，守门员扑出去了，角球。我们看这个角球怎么样 ？David 一脚开过来，被后卫顶出来了。好，绿队准备反击，没有人在前面。我们的这个巴西外援今天现在在守门。好的，好，现在不错，这个女足，哎呀，吊门，哎呀，打到门梁了，这个女足太厉害了，这是 David 的女儿，今天这个一脚远射打到门楣。非常精彩啊！好，现在他的爸爸在进攻。今天已经 David 今天进了2个球了。好球，直接传到前面。可以，因为现在草比较深，这个球不容易出界。好球，女足一脚横传过来。哦，打歪了，可惜李杰左脚打射门打歪了一点。好了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欢迎订阅《投资生活日记》频道。